啊，下一个客人啊，对不起，今天的寿司卖完了。什么？又卖完了？真的没了吗？是的，对不起，没办法，敢又卖完了，根本混蛋。我就知道一定会卖完，刚才轮到我前一个，所以这次就卖完，根本就是让我预想中的事情。跟伙伴好了吗？和好了吗？谢谢你，叔叔，马上可以跟同伴一起玩了。再给他好玩的东西吧。给你卫生纸吧，算，给你个芋头，啊，给你个黄瓜，那你跟朋友拿去玩黄瓜。所以那条满了之后，其实也不会再上升的嘛。我都来了还卖光了，根本混蛋，这个就故意看我到就卖完了吧。我自己的脚移动了30公，哇，我25000点得了，我得怎么多的跟拔蜡一样啊。别吵，没时间理你们。老板，买把树刀，我去合个铁炮玩，然后解个任务，再回去一趟，然后我们今天就可以收台了，明天就可以冲主线了，明天真的可以冲主线了。我也不知道他朋友是男是女。不要，那不要玩食物的梗到底哪来的、啊？是男是女都可以玩黄瓜，有关系吗？尔康有一张图，这样不要玩食物吗？哎、欸，我没有做小壶玩。哎、欸，真的铁炮切4星 ，good。那我顺便把那个什么，把灰上文字的左带金也做出来好了。啊，铁炮完用完之后，等一下还可以拿去那个拿去祭赠，根本就是那个什么一个东西三个用法 ，good， 真的不错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找他吧。好，老婆婆，你又想买什么东西？跟我说吧，我帮你买吧。这老婆婆真的很爱买东西。他说客人来了要买什么？还没跟我说要买什么、啊？他说要买什么来着？大哥，我老婆婆，你刚说要买什么来着？老婆婆，你没有说你要买什么，还是老婆婆说的我没有看？糟糕，是呀，啊，可以看老，可以看看老婆婆吧。老婆婆，老婆婆，老婆婆，完蛋了，还没有写老婆婆要什么东西，救人哦！
丢了，我看没有看老婆婆要买什么，死定啦！GG 了。完了，我们现在不知道老婆婆要什么东西了，一切都结束了，Everything end，一切都结束了。狐狸呀，狐狸呀！美しいな。哇，你是上五个人，要不然五只行跟你单挑。看完了，我刚养的老婆婆再讲一次，应该会跟我说要买什么吧？哎，他说攻击中暗流万也可以哦，不行啊。硬值太大了吧？那攻击中更不能，更不算。干你老师！万能刀我拿了，我都第三次，我现在第三次。嘎，机车！靠背。哦，羊羹哦。哦，原来是要羊羹。干，被断了！他们从来不觉得在道场里面有个人开枪很机车吗？如果是我，一定跟那个师傅说：“师傅，我们是剑术道场，有个人拿枪啊！”师傅，有人好下流！师傅，有人在拿枪！师傅，师傅，有人好下流，有人拿枪在射我们，这不是剑术道场吗？我的枪有那个射速提升。这招有点怪怪的。他如果直接按会变另外一招哎、欸，对啊，直接按会变成这一招。那为什么会变这招啊？搞不太懂。这两个怎么不同？哎，为什么我？Yeah!
有完了就快点过来，无泪好不好？那这么远无泪啊，有点诚意好吗？为什么我一直会变成那个弹开的架势啊？为什么我又放不出那招了？不太懂那招的发动条件到底是什么。也要抓时间点哦，好难用哦，搞得对反击技都很难用。他是觉得以前虎落太靠北了是吧？可是那个格斗的那招就不用啊，反击就不用啊。用乱舞之行好了。妈，用真刀练习还情有可原，这是个剑术道场啊。不是，他不是要弹反，被击中的瞬间按是弹反，那是另外一招。接下来拿五星的枪，那天光丸吧。啊，他说现在在忙啊，你不是叫我拿五星的剑，就说我忙 ，fuck you， 根本整我。嗯，胆啊，什么？银柳师匠其实是什么呢？其实他虽然有这个道，有这么多道场，却他都觉得什么？他说他是个好人，很有钱是吧？但是对最近一号弟子平之助好像太严厉了。Zeke 要安，那个这是我的道场，对不起，没事的，那来开始吧。这是平之助吗？道场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好，我们回去排完队就收台了，排一百个队就收台了。我们排一队就收台喽，哈，排队收。吃个饭先。啊，没办法嘛，人龙的表情大家都很逼急嘛，习惯就好了。怎么走？阿伯，阿伯要羊羹，羊羹在哪里卖？我忘记了。讨厌的阿伯，阿伯你好烦啊，阿伯。看你们活不耐烦了。
其实啊，我一直觉得啊，身为一个剑士啊，拿着武士刀在地上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一个不小心，铜针就插到自己了吧。呵呵 ，to you skill， 不好意思，我太猛了。不小心顺手打了水，我没有，我本来没有，我本来是没有要打水的。看你们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耶！不是不是，你滚的时候会滚到正面的。问题是你滚的时候是很有机会滚到正面的。我知道不利没有错，问题是你还是会滚到正面的。重点不是背面不利啊，重点是你在滚的时候有超高机率，你会不小心滚到正面就刺穿自己了。耶、yeah, ，这是该轮到我了吧？排队排队。看，再不知道我就要拆下台了。哎、欸，我后面排了一个人。那堵了，我要睡觉了。就本来是预计打到十二点，就是你们的两点就收台了。终于到我了，到底卖完了没有？不要吊我胃口。你好，哎、欸，请点菜啊！我要伊那里寿司啊！刚好买到，这是最后一个了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客人，我们已经卖完喽。什么？哇，终于买到了，总算买到寿司了。啊，真好吃，找个地方坐下来吃吧。哎呀，被偷了，一定被偷了。嗯？啊？突然撞我？嗯？我的寿司没了。那个男人，等等。那是我的寿司啊！一马不过是寿司，一马不过寿司，好像跟有深仇大恨一样。不过是个寿司，一马别这样。哈，哈，是啊，快把我的寿司还来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是的，偷人家的东西是吗？不，其实我是有理由的。理由？是的。其实我的孩子生病了，睡在床上，一点食欲都没有，这几天什么都没有吃。但是那个孩子他今天说了，我想要吃那家店的寿司，他这么拜托了我。孩子以前曾经一度在那家店吃过寿司，就忘不了那个味道，所以我才去排队的。
结果运气不好，刚好就卖完了。なるほどな。それで俺の買った最高のいなり寿司よ。所以，那个就是我最后买到的寿司，是吗？はい。本当に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。真的对不起。我会去跟自首的。ほら、持っていけ、拿去吧。哎，你的孩子在等你对吧？拿去给他吃吧。でも但是，妈，生病的孩子在等着你回家的寿司不是吗？本当にいいんですか？真的可以吗？你不吃吗？妈，确实我是很想吃啦。算了，再排一次队去买吧。啊，男子汉均不说第二次，もっといけ，拿去。啊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啊，谢谢你啊，真的很开心。但是今天啊，他刚说今天能够在那家店吃到寿司是最后的机会了。哎，等等，最后的机会啊？对啊，那个伊那里寿司屋明天开始就要搬到别的镇上去卖啦。今天如果没买到的话，就再也吃不到了吧？所以我才会偷你的寿司。なんだと？什么？这么贵重的东西，真的太谢谢你了。それでは、私はこれで。那么我走了。啊！算了，去吃团子吧，去吃丸子好了。寿司去了，还是没有吃到寿司，哎，太凄凉了。好了，收台喽，够累，困了，没有寿司就搬走了，吃团子吧，对啊，只能吃丸子了，哎，太伤心了。好了，那谢谢各位的收看，那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没有进入主线，明天一定可以进入主线的啊，因为我们没有支线了，我们支线都跑完了，所以明天一定可以进入主线的，各位不用担心。好的，那么我们就明天见喽，啊，拜拜。